大家好，今天带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文旅太空舱的生产基地。这边是我们做过的一些样板，然后现在已经摆到了这个外边。这个呢就是太空舱，从这里可以看一下我们整个这个太空舱的这个它的重啊8吨，然后整个这个底全部都是包住的。看一下，这是一个定制的医疗舱，这边呢会放一些医疗设备，它那里还有一个摄像头，一个人字顶房子的造型，然后所有的板材呢全部都是竹炭的板，它没有味道，就是没有甲醛啊，一点可以明显的感受一下。然后这里呢配备一个摄像头，房顶的位置放了空调，然后这个地方呢弄个窗帘，很好看，窗帘像酒店一样，它是插卡的。然后从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外边的这个整个的落地玻璃，这边呢是智能的测体温和人脸识别的机器。这个医疗舱就介绍到这里了，欢迎大家多多的评论、点赞、关注。